Yeah.
所以今仔日咱要甲主耶稣相同来做证，咱要搁一遍来纪念主耶稣为着咱这样的罪受定的十字架。耶稣疼咱，耶稣疼咱。所以最后一遍，咱来听这条诗歌是伫《新圣诗》第589首，《新圣诗》589首，伊安尼讲：无论伫什么时阵，无论伫什么时阵，唔通予苦难牵赢，也唔通悲伤失志。有耶稣会疼，有耶稣会疼，就是有耶稣会疼。无论伫什么艰苦，无论伫什么艰苦，就毋忘将来福气，主的赐信仰勇气。有耶稣会疼，有耶稣会疼。因为有耶稣的疼，所以咱今日才会当坐伫遮，咱就确实，无论你即马伫什么艰苦，你的艰苦、你的忧愁、你的烦恼，耶稣拢知，耶稣疼你，咱就确实，毋忘将来的福气，赐会赐咱信仰勇气，来三个来听这条诗歌。